让我破除乌云密布，蛛丝马迹被我记录，潮起潮落起起伏伏，世间万物为我庇护，沙场熬役对手脚力，坚韧暗器灵化宝玉，成仙除恶除江湖弱，恩怨情仇江湖道义，哎，走过刀山火海龙潭虎穴，被黑风刀我的光芒照亮了午夜，真相的火焰在我脑海浮现，阴谋诡计无法左右我的主见，任我一招一式刀光剑影现神通，出邦安良为国为民我的下个梦，与你道不同把我伤不动，笑傲江湖像令狐冲，看我闹天宫像孙悟空，降龙伏虎毫无功，刀剑在我手无愧于天地，哎，苍生为我救，守护江山半壁，哎，侠者大修炼在瀑布之下，瀑布是我兵马不输我的部下，江湖之大要学会放得下，没所说的就是你是我的，你别拿，翻开历史书的这一页，势必揭开隐藏着的这一切。当我翻开历史书的这一页，势必揭开隐藏着的这一切。大宋。叔父时以心觐见，让他进来吧。是，宣北叔父时以心觐见。北叔以心，见过王爷。免礼吧。以心父使此番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禀王爷，本使是来向您辞行的。哦，要回国了。没错。我国使者失踪已久，贵国却一直未予交代，本使要面禀北叔国主交代。陆范作为你们北叔国的正使，按理说出入馆驿都要经过我们的允许和陪同，可是他呢，私自外出，明明是自作自受啊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北叔使者是在你们宋国失踪的，难道你们宋国就没有责任？行了行了，朝廷已经派人去查了，你有消息的话就会告诉你的。以心副使，你不是要回国了吗？那这几天里本王就为你设宴饯行吧。规矩礼数我们北叔人是懂的，本使要去洛城向你们宋国皇帝陛下辞行。好啊，那就有劳贵使了。告辞。那本王就不送了啊。玄玄师父，明日皇上就要回京了，玄玄师父有何打算？我要上山去探望师父。也好，玄玄师父可以经常出山，再说碧幽宫离梁京也不是很远，以免太醉太挂念你啊。哼，我也舍不下他呀，况且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对手，这棋还得下下去啊。来日咱们再揣摩一局玲珑棋，流传后世，也算是一段佳话吧。有这么难吗？中间不还一个空呢吗？你填上不就完了。
相传，围棋是河图的产物，推背图也与河图洛书有关。我想，我们要找寻的奥秘，应该就在这条线上。可是，这个棋盘和我们平日见过的棋盘不太一样。是啊，现在的棋盘大都是由横纵十九条线构。王爷到！哎呀，皇上，大哥，我来呀，是有正事要跟你说的。参见陛下，参见陛下。免礼，免礼。那，坐下说吧。坐坐坐，来。大哥，找我什么事啊？陛下，还是推背图的事。推背图？这，不是已经证明他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了吗？陛下，据臣所知，推背图确实存在，而且就在唐代皇宫旧址的灵台之中。能确定吗？陛下，这是玄玄子前辈在棋局当中参悟出来的线索。他若只是指向普通百姓人家，便不可信。但是他偏偏指向了灵台，陛下，这不能大意了。这灵台始建于汉建武元年。用于观云雾、查福瑞、后灾变、窥天机，以元礼二位大师的身份，将推背图藏于此处是不二之选。好，既然这样，这次不容有失。朕亲自率军前往护法，把他找出来。臣领旨。来者何人？北叔副使以心，我是来向你们皇帝陛下辞行的。有通关文牒吗？
报警！医生去吧。是，我们四个人同时把铜牌放进这个凹槽里。嗯，三、二、一。我才是真正的天命所归。护驾！师伯，
龟背图是我的。本尊才是天命所归。推背图，本尊饶你不死。恢复武功，神功大进啊！废话少说，推背图给我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两个妖人大战，打出城了。走。本尊征服四海，也需要得力的干将。如果尔等臣服于我，我便饶了你们的性命。怎么，还不三拜九叩于我？八祖，连本门的幻术都认不出来了。佘大人，佘大人，哼，区区障眼法，又怎能奈何了我？你不能一错再错了，我者死！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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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师父，师父，你快起来！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
是本尊杀的。师父。您没事吧？师兄，你已经走火入魔了。就让师弟来送你最后一程。就凭你，师兄，我的折龙心法已经练到了第六重，极无垢境，万物不沾身。倘若我逆运心法，会怎样？你疯了！逆运心法会气绝身亡的。我与师兄自幼相识，相伴数载，遇事无争。看来现在师兄耐不住寂寞了。既然师兄想疯，就让我这个小师弟最后再陪你疯一次吧。陈贵子，你疯了吗？陈贵臣，土归土，就让业火焚尽我们一切恩怨吧。放开我！师兄，来世我们再做兄弟。师从，师从，师从，北斗司的这些怪人很不好惹啊。我倒是觉得他们这些怪人还蛮有趣的，不是吗？师长，以心复始。贵我两国一向太平，贵国国主龙旭乃一代明君，明君者就应该让天下百姓过上太平日子，丰衣足食，不要轻启事端，生灵涂炭。若贵我两国战事一起，我大宋百姓固然难过，那你北舒百姓就能免遭煎熬吗？
陆范自作主张挑起事端，希望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你能向贵国国主解释清楚。没事吧？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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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。和陆范都死在北斗司的手里，你还想与他们为敌吗？哼，苗青那个老家伙一心想让赵宋江山恢复正统，可他凭什么拉着咱们去为他的理想牺牲啊？哼，就因为我是他培养出来的斗母继承人？哼，我有我的理想。但就是可惜了孟师兄，为了义父的理想送掉了自己的性命。我才不会为了他的意愿去送死，我这次来只是好奇，能让那老家伙吃这么大亏的北斗司究竟是什么人。那你现在知道了？知道了，那是一群我们不该得罪的人。那我们走吧，回江南。不急，我对那推背图好奇得很，说不定凭我的水性能把它捞上来。慢着点，慢着点啊！小心台阶，小心。王爷，受灾城乡两年徭役，三年赋税。谢陛下。嗯，动作要标准。嗯，好，非常不错。
继续。太爱你了，想不想我呀？太岁，太后姐姐，想不想我呀？对了，皇上和太后允许你回北斗司啦？没错，皇上收到消息，上元节时期，杭州西湖有白色蛇妖作祟，命我们前去查看。哎，蛇妖长得好不好看啊？好看又如何？不好看又如何？好看的话我去啊，不好看的话。他去，北斗司众判官听令。皇上圣旨，命我北斗司调查杭州蛇妖一案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如梦如幻影，如我只身若倒影。谁管我们是否知晓红尘旧词？谁推开了那扇空门，朝朝无知？如梦如幻影，如我转身离断情丝。心火扑灭了几时？才说最深。说